行的世界化之外，妇女协会的会长，还有大家兄弟姐妹，大家下午好。今天看到县长用这么高规格的接待，非常的感动。那我个人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花莲的女婿，所以常年十多年来，我就一直伴随了我们家这个天天女票，就一起做各样的活动。那其实讲句真话，就是做我们。流年发大财，转大运，然后让我们的社会更祥和。